要善用医疗券，记得预先查一下结存，好好规划怎么用。长者自己或请亲友帮忙到 hcv.gov.hk 或拨打2838-0511，就可以查询医疗券余额，还可以查到预计明年超出累计上限后会取消的金额，以及可以用在视光服务的金额有多少。计划一下怎样善用医疗券吧。